欢迎光临。通常过了12点，来的客人若不是一脸疲惫，就是兴致正高，很少像这位客人一样，一脸阳光的笑容。今天又这么晚，要吃什么？剩什么就吃什么吧。好可爱的熊宝宝。哎，好巧。嗯，你们认识啊？嗯，对啊。因为他，今天的宵夜故事，应该不会是什么《玩具总动员》吧？